三打基本功训练，防守时如何站位？比如接高吊杀球时，建议平行站位。当击球前，我们做好启动，两脚自然分开，呈平行站位，膝盖微弯，接杀球平行启动，先伸拍在胯脚。 接吊球平行启动，接高球平行启动，你学会了吗？